素哎。我们做这道菜叫做什么？这个红酱球鞋。那边都用的是米面，不好意思，这边用的是果条。啊？哇塞！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有看过果板条，板条跟蟹的结合，这个特别。蟹肉炒板条吗？你现在有脱跑的意思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把它排整齐。我们要打开，我们优雅，我们要优雅，优雅优雅优雅。好严格，我们要比王府力要优雅。来，注意看好了，五分钟计时开始。哦，板条还是要稍微切一下。板条哎，跟板条的口感很棒。哈，好棒。因为他说时间不够嘛。我以为是炸蟹肉，可是板条你过水也不用很久。我以为炸螃蟹。对啊，我以为是炸螃蟹。板条炸完会变怎样啊？没有汁。它会很会吸汁。洋葱片啊，都没有在葱油。但是王府力葱油的时候会跟我们聊天呢。你可以，我们也可以聊啊。你想聊什么都可以啊。我们现在聊星座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是金牛座的。金牛座 A。金牛座真的那个吗？哪个？比较爱吃。爱。金牛座很爱吃。之前炸过板条吗？我在越南吃过也是类似，炸对，但是也是用板条吗？对，它是用板条，它什么都用米饼去卷，不是吗？对，而且吃了大量的蔬菜，很多。我们上次美食节目的外景到那边采访了他那里的一个羊肉炉，羊肉炉就吃了大量的青菜在那边，难怪不上火。还有三分钟，这是什么？剥皮辣椒。啊，剥皮辣椒，剥皮辣椒，好葱茸哦。用剥皮辣椒取代墨西哥辣椒的，对。其实还有两分钟，可能要加菜喽。好温馨啊！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心，就幸灾乐祸的。没有，白酒吗？对，白酒。所以其实都用有一点番茄酱，大概将近三汤匙。对，然后白酒大概100cc。对，还有加辣椒，都会有点。哦，还不会太辣吗？不会，会辣椒有点香辣味。对。我刚刚他来不及耶，他在户外半十秒钟就起来了。他今天因为太从容，因为他今天被击倒了。他被击倒了，没有被击倒，这没那么快。慢慢翻，你从来没有失败过。他这一会儿，他那个刚才的板条里面的水分被抽掉之后，这时候去吸，可能口感会相当特别哦。你说吸在里面那个？啊，吸的汤汁。要。这什么奶吗？鲜奶油。九层塔鲜奶油。哇塞，这这个应该不错。看起来好美哦。可以闻一下味道。还闻味道？你还要吃下？你都来不及，我有餐的时间吗？还有一点嘴嘞。还有点变小的血，红酱秋蟹，对，哦，这个看得好棒哦，这个应该解冻，比鱼还沉，鲑鱼软，尼古拉，好，我要被夹，就这样子，请出题。